珍惜很难得的人生，开创永恒的生命光辉。因果所命，求道救了命。杨明华。10月8日下午1点多，冯典传师后学曾领任素玲小姐接到本单位人才张淑珍小姐从台中来电下办求道事宜。据她电告，曾领任有2位母女由她引导前来求道，是徐太太和她女儿徐 XX。据张小姐告知，徐女因肚子绞痛，进出多家医院住院，以各种仪器检查结果，并无任何疾病，皆以止痛针止痛了事，但这次止痛针无效。恰遇徐太太来台中看她女儿，遇到此事求救于张小姐，但也仅见过2次面。张小姐告诉徐太太，既然医药无效，你带她到台南佛堂请示神明。因徐女痛不欲生，并且告诉她母亲有一男一女向她索命，之后看到释迦牟尼佛曾向她求救，可是佛陀显著苦脸，无可奈何之状。因徐女的冤牵索命已进昏迷状态，至未危急，徐太太又不敢做主，只好便告徐父做主。徐先生是无神论者，可是情势危急，为了急，石就爱女一口答应了。此外，张小姐又找一位别祖县的通灵到青州小姐，并告诉她徐XX 之事，请他和徐父一道来义和圣堂帮忙处理。周小姐在电话中请徐 XX 接电话，但徐女仅为一声就无法再讲话。由此周小姐就得知有冤牵在索命，是尽速道佛堂求道，在途中沿路叫醒他，绝对不能让他昏睡，否则一睡不起就完了。于是叫了救护车，火速送来义和圣堂，当然依照周小姐吩咐去做。可是到义和圣堂，徐女无法走路，由司机抱进佛堂，利用轮椅推进一楼佛堂求道。请坛后仍然不省人事，奄奄一息，由徐太太带跪拜，经典到后就哭出声，但仍然不能说话。点传师看情况有意，立即斥参与人和徐母等拜慈悲头之后才醒过来。从澎湖与他祖先的周小姐赶来的徐父目睹此状况，亦跟着求了道。之后徐 XX 小姐逐渐好起来，如正常，但此时仅求道救了他一命，他与冤牵的因果尚不能算解决了事，由周小姐带往台南市他祖县之佛堂商谈解决之道。徐 XX 父母等他可正常去上课，在中部念大学，后于10月4日在本圣堂开仁才在教育班时，前来见证徐 XX 求道经过及处理经过。编者按因篇幅关系不做详细报道，由他父母著书感谢皇恩，并做功德回向冤亲。